各位同亲，大家好。因为较难得个今日有咱请外宾来吼，大家我有这个感想，咱的为倒一个所在来到这，咱也足清楚。我今仔日就是要甲咱三工来所读的要用头到25分，大家搁了解一下。好，咱即马要来看我这个 PowerPoint， 咱来。因为遥控的不知在什么所在请来来我先给大家恭喜啦，先来给大家恭喜，这三天来大家一定有足了解咱现在台湾的地位的真相，若足了解咱未来爱做的代志，所以讲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毋知有信心无？足感谢。咱第一个要甲大家加强这个观念，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啥物？第一就是讲，咱遵守国际法，因为咱依照万国公法、甲国际战争法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一定遵守，所以。流亡政府敢来甲咱取缔无？因无合法嘛，咱合法嘛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第一遵守国际法。第二，咱无使用暴力甲武力，咱要请美军带。流亡政府入来，拜托美军，你就甲带出去，带带去。迄阵啊，讲大家咧想讲金门妈祖嘛，现在伊拢讲好啊咧，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，要带带去，要去带中国福建省。平潭岛啦，因讲要共同开发、共同管理，有这个代志无？大家足清楚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美国加用船甲甲载入来，拜托，你都甲载倒转去。过来，咱来讲，咱。对中国殖民的政权，咱无必甲伊合作甲配合。伊要伫遮来选中华民国的政府，咱敢要去甲伊投票？咱大家安尼想看卖，咱去转一张票，开。因我若要来红选，选我就若红选的就去收到啥30块，因的政党一年搁抓偌济50块，所以伊这就设计足好个，要做啥，甲咱本土台湾人甲你印入来，互恁食毛亏啦，恁
啊，食到一点啊毛灰，啊，恁就怎啊延续因的寿命啦？所以讲，咱一定要去投票。啊啊，秘书长，第十啊，今年的啊，那去年的啊，万年会十二月二三，伊那伫咱万年会啊发表。啊！咱蔡英文会输八十万票，啊！大家开票了后，输偌济？啊，八十万票！啊，这是什么人？甲秘书长讲的？啊，迄、那个 CIA 甲美啊，甲咱秘书长讲，你讲，秘书长也心肝胆胆的。伊讲，我若讲出来，若去予蔡英文调去，啊，我民政府都歹收拾个安尼。啊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啊 ，CIA 有两千名伫咱台湾，因所做个报告选起个做啊调查，足准个啦。我阁补充。秘书长甲问讲：“张教授啊，你会了解无？迄、那个陈水扁，你选去的时啊 ，CIA， 我甲秘书长讲，讲啊，陈水扁的赢头得啊三万外票，头讲三万票。”实际上，伊只赢两万几票尔。啊，我甲秘书长讲，啊，你阵啊甲我讲安尼，顶回大选啊 ，CIA 就算了足准的。我甲讲，这回哪会算甲足准的？安怎？学术上的研究啊，那是调查问卷。迄、那个设定的题目足准确，电脑造出来一定完全正确。啊，若会偏差，伊拢是排除掉啊。所以我甲秘书长讲，因为以前等于阿扁啊，伊做调查正确。啊，这个啊，咱起码讲马英九。啊，过来甲啊蔡英文来算，依照安尼来讲，一定正确。所以咱大家爱足相信讲啊，咱民政府是美国国防部啊来主导啊，其他有关的单位来协助，所以咱。一定成功啦，对唔对啊？啊，这就要予大家搁较了解。这张图，因为咱遵守万国公法，啊，咱来了解咱啊以前的正确的历史。台湾满清的时代，那一杯糖呢？是安怎？因为后山啦，拢是啥？啊，高沙族的哦。啊，咱头拄啊，咱张医师啊，甲咱讲过啊，我大家真清楚，大家了解。迄阵啊，满清政府，伊看台湾敢正式又统一。全台湾，无，所以伊是一个拓殖地，拓殖地可以分割的，吼、哦。这个图是要予大家了解讲，咱台湾甲现在啊，咱现在的叫做啊，甲日本的关系，因为它是已经把它列为。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因为啊，
日本的天皇已经下诏书啊，把日本天皇咱确定啊，有过一个岛啊来过来解说吼、哦。啊，大家搁看卖，啊，这个台湾府行政区的啊区域图啦吼，1683年的事，啊，这都足明显的，吼、哦，啊这。啊，这当时甲午哦，甲午战争啊输啊，满清啊皇帝哦，满清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所签订的永久啊让于日本啊，这个日本呐、啊，因为跟什么人签的，就是跟天皇嘛，那就是让于什么？啊，日本天皇嘛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咱来看，这是啥？大清啊帝国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啥？大日本帝国嘛，就清楚啊。啊，咱日本政府咧搞咱骗，吼、哦，伊认为讲啊，甲日本政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就清楚，现在。啊，咱目前台湾啊，咱目前的日本政府甲以前的啊大日本啊帝国无共款，好、哦，这安尼大家都啊会了解。咱即马国来讲，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强调啊，好利加在啦，咱真的是。啊，天佑台湾啦、啊！因为伫这个时阵啊，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啊，甲日本台湾啊实施明治啊宪法，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就是变成日本人，因为和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。当时啊，选出。三个啊，参议员啊，到日本参加国会，啊，这历史上拢有记载伫咧，所以台湾甲日本啊，啊，等于是甲啊大日本啊，它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啊，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什么人我都来提这块台湾，绝对无可能啦！啊，过来看这个历史的经过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是美军来轰炸啊台湾，哦，啊，美军过来用原子弹。来轰炸啊！日本啊，所以天皇在这个时阵8月15日，1945年8月宣布投降。啊，这个投降了后啦，投啊，就是1945年啦，9月7日啦，迄、那个美国啊，杜鲁门这个总统啦啊，叫麦克塞啊，一般命令啦。把蒋介石的盟军啊，在台北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啊，因投降伊个时，伊安尼讲，起码啊，用飞行机啦，伫空中啦，发宣传单啦，讲台湾啊回归祖国啦，啊，咱台湾的同胞啦，拢想我是。战胜同胞啦！啊，伊讲讲咱是因的同胞啦。啊，实际上，迄阵啊，咱甲美国、甲中国是敌对嘛。啊，咱就会去了解这个情形。迄阵啊，所以讲，甲咱解读啊，台湾共和制啦，弄个啥骗历史啦。咱过来看到讲。搁伫这个时间啊，1946年啊，1月12日啊，
这足严重的，把咱本土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。啊，所以讲英国啊、美国啊，有连续三次的抗议无成立，所以咱即马来发这个台湾身份证啊，这是有正当性，啊那合法性，安尼大家了解无？这个图足清楚，伊历史上甲咱讲，日本向中华民国投降，啊，这有四个国旗，实际上就是甲联军投降，这是中山堂啦。啊，伊迄阵啊，到做啊，日本甲啊中国咧战争个时，走甲四川成都去避啦。啊，到尾来讲，啊，伊是打败战的战胜国啦。咱郭牧师发明的专有名词哈、啊，打败战的战胜国是 ROC 哈、啊。啊，这个那是插的美国国旗，因为这吼、哦、这看啊，咱美国国旗，这个也美国国旗，应该是这个还是美国国旗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也了解，伊是这个用这个图就足了解，伊只写啥？中国啊，中国战区台湾省啊，受降典礼会场啦。啊，会场啊，这拢是美国国旗，啊，这就是证明美军啊，美国要占啊占领。啊，过来，哦，咱足清楚，伊家中华民国，伊人民讲伊家己是独立的国家。啊，这个2004年10月25日，这个啊。啊，咱美国啊，这个鲍威尔伊安怎讲？伊讲中华民国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因为伊安怎讲？李登辉总统啊，咱秘书长也讲过，讲要会审啦，啊，就是要就地合法啦。美国讲袂杀你，恁都啊，唔是一个啊，国家恁是流亡啊政府呢，流亡政府就不可以就地合法。啊，美国国务院都出来讲，啊，所以咱偏要台湾，啊，咱林志祥博士。我是李登辉啊，自由会的秘书长啊。迄阵啊，拄啊甲啊，咱李总统伊我有讲过啊。伊甲李总统见面的时，伊请讲诶、欸，林先生啊，啊，你都学战争法咧，啊，无你甲战争法摕到台湾的地位看卖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个何瑞元美国啊啦，啊，恁两个去研究，啊，真正研究出来，啊，伊认为讲，啊，这套美国占领，啊，日本天皇的有这个所有权，啊，土地所有权，所以研究起来发表啊。这个文章了后啦，啊，因为过去个啊，李登辉总统讲，啊头啊，咱张医师也未来，咱秘书长也讲过，我这项我无爱个补充啦。伊阵啊有讲啊，啊，大家会去回忆一下，迄阵啊，咱李登辉总统会讲啊，你研究起来啊，较慢发表，较慢发表，
哦，这个意思啦吼。啊，我咧想想的是什么原因？啊，那发表落去是啊，李登辉也出来讲啊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伊个总统的红绿啥物领？真正的吗？啊，所以我咧想，这是足大的因素啊。啊，无这是足正确的。伊哪会无爱徛出咱站伫咱本土台湾人的观念，登高一呼。啊，就是一呼下，我咧想啦吼，一呼啊，就中国国民党讲安尼，你拄啊免领啊总统的，所以做过中华民国这的大官。碰到咱这个论述啦，拢惦自己，唔敢出声。伊讲暗中，伊讲安尼对啦，安尼对啦。但是讲啊，卖啦卖啦，这个代志恁较慢才去创。我的感觉啦吼，啊，咱过来，啊，天佑台湾，去过啊，美国的。2009年4月7日，啊，这大家应该拢足清楚。啊，高等法院啊，迄、那个啊判决啦，啊讲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就是无国籍成立的政府。咱啊，人民生活这个政治严格中，台湾啊，仍然吼，那是这个美军占领，啊，这就是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写甲足清楚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就是讲美国诶，做啥？诶，行政单位啦，爱主动协助咱台湾本土台湾人，啊，本土台湾人都爱协助咱，啊，咱所以伊才毋才叫咱去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啥物啊办事处。啊，这到华盛顿 D.C. 设办事处。啊，过来，咱9月7日，啊，伫啊世界啊，我们世纪酒店呐、啊，啊来庆祝酒会。啊，因所有的单位拢有参加，各四大美国四大家族拢有派人来。好、哦，啊这这张图就是。当时，啊，迄阵啊，咱蔡总理啊，我参与在其中，咱甲鼓掌一下好无？上这两酒会以后啊，在迄个当中啊，上这两张图啦，啊，这两张图就是啥物？啊，就讲啊，恁交啊恁。啊，秘书长，啊，恁秘书长就清楚啦。啊，研究出来就是讲，啊，美国占领，啊，恁的厝头家啊，那讲恁的土地所有权证啊，伫住伫遮的人啦。咱迄阵啊规划，咱迄阵啊规划要办一个迄个世界大会。美国讲卖啦卖啦，你卖办世界大会，咱拢场地拢订好啊，迄、那个面包要订，迄、那个钱啊拢订好啊。美国啊讲，你卖啦，恁去来遮啦，伊甲咱讲啊，恁去啊12月21日啦，来拜这个靖国神社啦。咱迄阵啊去甲日本联络。回批回来讲，咱甲写100名要去啦。啊，回批回来讲，恁会加一个零啊未？讲啊，到李登辉去到7-8个尔，啊，恁上加是10个尔啦。我咱回批甲讲，唔是哦，阮是100个哦。到尾也要去讲150个哦，惊着啦，真正惊着啦。所以咱这拢是历史的记录啊。啊，过来，咱去啊，皇宫，要去买啊，去这个叫做啊皇宫啊，咱这天王所住的所在啊，
过两个关卡，安全检查，拢检查一摆，搁去到遐搁检查。啊，皮包啥物身上啊都检查进去。啊，大家看卖，这支旗啊，会对好你去袂？破纪录啦！从来啊，这个啊，皇宫啊，唔捌有其他的旗啊入去啦。咱这支旗啊，破纪录进入去。所以就安尼了后，日本的政坛，我咧讲大地震啦、啊，啊那日本政坛大地震。因迄阵啊，才知影，讲哦，有这个代志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因呢啊，三股诶，你看伊提出来执行啊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咱过来看，因才慢慢恢复因诶做啥，迄、那个啊，以前坦白他可能咧咧，啊，即卖才知影咱这个论述了啊，讲诶。欸啊，主导那叫这个论述啦，啊，那是因的啊，所以因这里开这个大会啦，吼，啊，你要来讨回这个主导，吼，啊，大家也足清楚，伊去予国防部邀请去，国防部伫迄个国防部邀请期间发表啥物？发表讲伊要来买这个啥？钓鱼台啦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时阵，伊讲要来买钓鱼台。啊，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咱搁看啊，搁看这张，就是讲，现在中国啊，足清楚，足了解，安怎？啊，你啊，温家宝总理伊安怎讲？钓鱼台是中国的。核心利益尔啦，不是因为安怎不可分割的领土啊。日本我安尼讲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啊我啊，甲咱三天内啊的重点甲做抛碰，予大家了解啊。感谢大家啊，感谢，谢谢。谢克力，克力。下课。请大家把迄个椅仔举起来，倒啊顶吼。啊，因为头壳爱扫涂骹。啊，赶紧，请大家吼，赶紧先落去翕相，先落去翕相。啊，翕了先再去看你的行李。